然后呢，这 test view 里面有 test size， 你也可以去更改 ；test color 你也可以更改。改完之后的话呢，你看到的就不会是黑色的了。啊，你可以用红色可以啊。如果说你要更改颜色 ，test color 你要变红色怎么改？这边不是有颜色，可以让你去选。好，或者是说你可以用16进位，最简单的是仅红色的话是 FF0000。啊，这个跟网页，如果你有写过网页，应该知道吧？哈，这是又进入颜色 ，Enter 之后的话，哈，或者点别的地方一下，哈，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就变红色，也是你的 Color 哈。如果你 Run 起来的话，基本上应该就是红色的，好 ，OK。那另外刚刚有同学就是问题比较大是这一个，就是这个 Simple Item 2有没有？好像 Run 不起来，那没关系，你也可以怎么样，把它抠进来观察一下看看。有没有什么？哎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有两个嘛，有没有看到？也就是说，刚刚有同学在问说，哎，老师，如果说我今天哈，我的一笔资料里面有两个项目的话，我要同时显示，比如说有 ID， 有 name 好了，那我要放在一起，放上下，你就直接怎样，就两个，那左右你就把它版型弄左右就可以了。好，就是你各位可以参考这边，好，可以参考这边。那上面的话用什么 two line？This item， 好的一个，或者各位可以参考这一个 XML 的一个 file， 其实基本上就是上面放一个 two line 的一个 this item， 然后里面的话放两个 test view 就可以显示两个。那、因为我们就一笔资料，可是这边有两个，那会有产生 bug， 所以刚刚好像有同学用 this item 2有问题的，好，大概就是这些地方。我想这地方细节还蛮多的哈，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稍微看一下，好，那这个可以稍微改一下。改完之后的话，基本上因为它是红色的，那字的大小如果说要更改的话，改大改小都可以哈。比如说我改成24SP 好了哈，这样子 ，Enter SP 啊，相对大小，然后把它 save 一下，直接来 run 的话，因为我这边程式码部分是用这个有没有把 Enjoy 拿掉了嘛？因为我放在内部了哈，用这个，这样 run 起来的话哈。就会参考到内部的这个范本，而不会参考外部的范本。那颜色也有变更，好，颜色有变更，所以把它 run 起来的话，哦 ，OK， 好，哎，不是这个，执行为 ，Enjoy， 哎，我刚刚好像有改一个地方。这个 item， 我把这个把它拿掉一下 ，entries， 哦，基本上就是改那个这个范本，好，这个范本，改完之后跑起来应该就 OK， 哦，哎，那要按一下确定之后哈，我这字就更改了，哦 ，OK，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哦，基本上就是改一下这个。这个里面的哈范例，这个等于是范本哈 ，OK， 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哈。